没考虑呢。Thank you.
我们现在跟我们，跟老师了，那个。啊，我们那边必须说，看到这里过不了。哦，那个。高速路不通，你看的。很夸张，很夸张，是吧？我也听不懂这。 那谁说话没几大声嘞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不能不能把他们那个，他妈他妈他们不能开麦，不可以。开麦开的你差点。哈哈哈哈哈！不管了，我们。不管了，我们。我讲什么了？你差点嘞，哎呀，差点嘞。你这个你。哈哈哈哈哈！